前面这里是农村的烤鸡场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。这里也是有几个啊。这是怎么漂亮？这个牧羊犬啊，500块钱一个啊。放了8个小岛，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漂亮的小岛啊。这个是虎斑猎犬啊，可以打猎的。嗯，这个是虎斑犬的。旁边还有一个，这不知道是什么狗。这个猎狗啊，他说要600块钱啊。有一条土狗啊，比较漂亮，是极品，很漂亮的这个，拉了一条过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怎么样？他两个要开线了啊，你看，看打架了啊，小妖，来啊，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了，哎，大家看一下。很厉害，干干他，哎，干他！来来来，又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干！看这个啊，这个啊，我说这个漂亮，重一点，这个应该。还是干不起来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狗值多少钱啊？狗皮箱今天没有漂亮的小狗啊，我们去朋友家看一下。刚才听那个朋友说他淘了一条五红的土狗回来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。这里养了几条五红狗，那就拉一个出来看一下。这个五红狗啊，这个头绪还是可以，正版啊。啊，有没有朋友喜欢的啊？看一下，他说可以转让的这个。朋友说把他那个毛搞漂亮一点，说一说帮他。他也是刚刚拿回来的这个手续。养宠物的啊，帮老娘点点关注，点点爱心啊！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